再来就是特别吵的这种混乱背景音乐，那可以看到满屏幕都是这种红色的乱码，也不知道写的什么东西。 Minecraft 的大标题呢也是一个很诡异的配色，像乱码一样在这乱跳。不过呢，我有注意到左下角的版本号，这 Minecraft 44.49.45，这又是个什么版本？哎，我还听到它这个背景音乐里面是 Minecraft 的主题曲吗？不过那个主题曲的声音是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波动。那不管了，我看看能不能先开始游戏再说吧，这实在是太吵了，什么都不能选，那我就开始游戏。 OK， 哦，咱们已经进来这个游戏里面呢。不过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虽然是很清晰，并没有什么以前的那种破碎感，但是一进来还是像错误四二一样，天上飘着一堆花儿。好了，那咱们进来 Minecraft 阴间版的第一步呢，一定是先看看咱们的史蒂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准备好了吗？ OK， 背面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这次的史蒂夫竟然是完全正常。 OK， 并不正常，他的头